你肯不肯当向导陪我去玩玩？我现在就去。好好好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换换衣服。用不着换衣裳，东西搁下就走。为什么不等大英一块来呢？为什么要等他一块来？因为我看你们像是很熟的样子。他说你是女家十三妹，你又说他是……我们见过一次，我觉得他很特别，没想到他……没想到他怎么样？我是请你陪我出来玩的，不是讨论雷大英这个人。